Hello，总算到家了。今天鬼市收获真不少。这个是一个雅达利的游戏机，老板说是82年的，还是挺懂行的。这台录音机呢是松下的，老板说是从中南海或者从日本大使馆出来的。这是一个木壳的，非常非常沉啊，像一个大砖头一样，非常漂亮，仿木而的。这个呢是360的一盘游戏卡，游戏盘360的，这个是一个南梦宫的一个原装的小蜜蜂，非常难得，10块钱。这个是空牙，MD 的，还有一对鸭子，是20块钱一对，我实在是不忍心再砍价了，就拿回来了。没想到我们家姑娘非常喜欢这只黄鸭子，一会儿拿它屋里去。最后我要消毒了，消完毒以后，明天给大家拍段子，大家记得关注我，双击666。